盘点百货小天才的搞笑名场面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闺蜜刚毕业，我想给他们买辆车。有品位，跟我来。工作一下就会情怀，不正好结果一下，结果一下。林总，喜提马上拉地。这个给林总便宜点，看他拍照了。您看这款车怎么样？马上拉地，全车采用纯铁混合水形式，超大后排空间，360度无死角，全景天窗，50寸超大轮毂，超低油耗，每公里仅需两个馒头，更做到清洁能源，系统运行，手动刹车，超高底盘，让你的闺蜜轻松跨过每一个正过的坎。而且今天是我们零周年见期，就是这一台现车了。那我建议你选装一个镶钻方向盘，每一颗都是塑料厂精心打磨，无针包换。一套下来会不会很贵啊？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工地价，一套下来不到100万。那是多少钱？100万。100啊，太贵了。50。妹妹，这个价格我们真做不了。你这样吧，我去给我们经理申请一下，你稍等一下。哎呦，妹妹，你今天运气真的是太好了。要是我们经理今天他的孩子考上幼儿园，你这个价格绝对带不走。那今天提车吗？咦，全款吗？全款，不算到180块钱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要欢迎光临。老板，这表怎么办？请问您自己戴呢还是送朋友呢？送给男朋友。这边的话呢，送给男朋友，推荐您戴这一款联名款手表哦。迪迦他们当年赞助的时候呢，也是用这款手表来对时间的。这款呢，还是一款情侣手表，还有一款红色的，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洋气。男朋友不太喜欢奥特曼的。您看这款怎么样？这款造型上呢，采取的是太平洋鲨鱼造型，这也是我们2020年款深海沙雕系列。看着也不是很像档次。美女的眼光真的是超严格哎，那我只能打出一个镇店之宝了，玉水龟表盘呢采的是龟壳无缝连接，如果您经常更换电池保养的好的话呢，绝对是作为全家之宝的不二选择。还不错，多少钱？有眼光，折后价呢是0.0009万元。那我们这边会送您四对配套电池的。行，拿起来吧。好的，您稍等，您拿好请慢走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您看这款怎么样？这款是8050加时装手表，采用的是经典的老款设计，不管是官价500才都是非常有没有特别一点的？特别一点是吧？看这款呢，是做了一个印花工艺，高定版的宇航实验。你看这两台小鱼，用的都很快，得装不装一样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刚好拿最近去预约。先生，这款还有货吗？早就没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这款应该断货了。啊，那这个呗。有眼光，这款的带出去绝对炸尖，回头率250%。不过这个是劣货，没有效，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上。那好吧。Why？ 不是吧 ，Mary？ 我声音都没有听出来吗？那你这个限量款料是什么包还没有 ？OK， 那我现在过来拿啊。请拿好物品，小票在里面玩。好的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行，欢迎光临。我今天是我女朋友家，想给她贴点祝福画。您看这幅龙虎下山怎么样？是唐代诗人胖虎的成名之作。为什么是下山呢？知识点，寓意着你向你岳父有承诺，永远不会带他们爬山。唐代的过期了吧？有没有近代的呀？你真的很不好糊弄哎。你看这幅来自网络著名画家快乐狼孩所创造的长坂坡救主图。虽然现在他已黑化，但是这幅画所表现出来的纯真，你对美好家园的向往，无不让人感觉莫名其妙。我敢保证，未来的几十年，连岳父都看不透的。SSWL 还有其他的吗？你看这幅千里走单骑，你看画上这个年代没有单车，那该是什么家庭条件？究竟怎么画的你？又该是什么家庭条件？而且商周能出这样的大作，实属罕见。这不是上铺的吧？我看着像上铺的呀，行家呀，刘家，刘家 ，Mary， 上镇看之宝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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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晚桌上有女人，阿尼玛250号色，有品位。那最后这瓶呢？你看看，这几瓶是最后喝的吧？机械辅助与人工咬合开瓶最大的区别在于对瓶口的磨损。这是喝到最后牙齿咬不开了，用的开瓶器吧？高手啊，略懂一二。那您看我这一箱，这一套我给你出定数。是啊，我入手的时候都是600。没搞错吧？钱少啊，600，不能再多了啊。那就600。下次喝的时候注意点啊。对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老板，给我来瓶水。三块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这个是百富山呢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新品，产自玉泉山中的水中黄浊万岁山。据说啊，配方都是早年间宫里传出来的御用。什么年代了，还万岁？搞封建礼记是吧？老板，换一瓶吧，你那个女小宝这样。那个。
河宝还脑袋全是水，对，这就是啊，专门不老的水。喝水不老是吧？你不懂，每一瓶河宝啊，都富含多种刀穿等稀有元素，这种元素啊，核电站都在用，不仅能够提高记忆力，还能增强免疫力，最重要的是稀有，我这里可是独家代言。那我还是拿这个吧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这味道怪怪的，给我试试。我操，傻逼。Nice。你好，在房间外吗？对，你今天还在这？哎，居民阿姨，哎，老房子了，后来上次搬走了。哦，今天老宅书香门第，感受传世人文气息。你要是不方便，离镇上几十公里，远离闹市，独享秘境，共同无居，完全之心。哎呀，年久失修啊，好多地方都破了。后现代叙利亚破坏民风，流金岁月只献给有故事的人。哦，这个是个医院里面养过鸡，可能有点脏啊。原生态庭院，聚集万千宠爱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这几个我可能得填起来。这可是私人水域，码头游戏全美水景。那这个数字年龄到底是来进行项目？那这个正常级平视登报，果然是金牌上手。你得请，你得请，你得请。居然还有安保系统，共同防盗，与科技更懂人心。那你这么说，我这房子卖个3万块钱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你是小到5万，每平吗？牛逼！下关系了，啥车要卖啊？我爷爷留下的，没当废铁卖了。经典老爷车，三代人成就了传奇车型，极具收藏价值。油车过时了，响应号召，油车改电，绿色可持续发展。来，把这个电瓶换上去。电瓶车啊，哎，这叫新能源、新势力、新未来。那能跑多远啊？官方续航至少飙1000公里，跑不到那就是客户操作问题了。那车速，出口见的赛道和一圈，继续拿着时尚最快的电动拖拉机。那万一跑不到，电动的拖拉机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，就我们一家。那性能，这叫做不越野跨界。那它是 SUV， 不，它是 TUV， 听上去很高端啊，啥意思啊？瞎编的，大夫都这么干吗？那谁买呀？年轻人的第一台电动拖拉机，500万以内最好的拖拉机，好像心动了。把你家大彩电、大皮箱都装上来。哦，对了，你家干啥的呀？种地的呀。你想卖车吗？劳动人民更懂劳动人民呀，只说更适合我们自己的车。人才啊，那定价多少啊？定价100万，一个月之后。打五折啊？不卖五万。小弟，小弟没想安排发布会。近日，我市造车新势力 TUV 电动拖拉机正牌发售，现在群众怎么样？够排面吧？车上的那些动物是？说车的，放心吧，肯定大卖。六。你好，王总。加个2.0升吗？哎，三点差价。方便问一下，你这台车为什么要卖吗？我卖蛮新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车况，好吧？才做过保养吧？一股抹布味。哦，你给锁上，这个颜色很难定。当时买的时候应该等了很久吧？3个月。2017尊享动力加长版，强韧 PP 真皮座椅，还带1000英升，匹配啊！看一下漆面，您这个做过漆啊？您这出了几小刮蹭吧？5万公里，您这应该调过表吧？居然是 PU 加宽减震胎，不过磨损比较严重，喜欢跑山路吧？我们家赢了。难怪。那这些车标？公司想省辆卖。啥车呢？这个我肯定留了。来，我们去里面谈一下吧。那王总，您打算卖多少个？15万。您这车况，我最多给7个，我卖出去呢也就8个，还不一定有人接手。一般人啊，给不了这个价格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这样吧，过户的钱我包了。你那行吧。那合同你看一下，没问题的话呢，我就盖章了。你点一下啊，7个。那王总，我先走了。乖乖，洗头哪个头？我的头。用什么洗发水？漂移还是海龟芯？有什么区别？洗头用漂移，头发变高级；固化海龟芯，头发平低。有没有适合男士的？那我给您推荐，清场任何头发杂质都可以直接清场。对，我头发比较油，比较脏。那您可以试试清道夫。古话说得好，清道夫光秃秃，头发从此不用梳。那不行，我头发本来就少。那你用这个霸王？不是，这是霸主，比霸王多一点。路边野草配方，让头发像野草一样肆意生长。那我想说呢，我洗完是这个样子，你们洗完也是这个样子。我主要是头皮屑多啊。那只好用威武先生这个三味油面膜，内含80营养成分，80的，别说去头皮屑的 OP 都能给你去霉。不知道怎么听你的吧。好的，那我就凭直觉任性化处理。我先戴个手套。刘先生，上壶冰水。哎，这个红色是啥？哦，那是专业杀毒的，你不适合。呀，乖乖！哦，我想给我男朋友买个包。这款怎么样？这是演员。不，这是 B V。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个谁呀呢？这个 B 装的也太像了吧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您看看这款。这个我知道。对，把你输下。应该就是这个。哎，这可是国潮，那是大的最爱。哈哈哈巴黎世家，纯手工制作，不喜欢可以换字母，一个字母1000。那算了，那这个是黄的，这是潘的。嗨，这两个英文还真是了，都快跟国际脱轨了，有点小了这个包。那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是香菜2023秋季限定款。那这个 H 呢？他们家不是说不要带的吗？叫什么来着 ？Palace， 这都是真皮，你看这个吊牌上的牛，一看就是牛皮。那有没有更屌的？最后一只啦，我的配货。我去，真屌屌，真是屌了。对，这种话。匹配一块他们家的香薰，提示啊，也可以用它来洗一下包上的污渍。行，就这个吧。
一万八加上配货，一共是18,005块。这么贵？不贵，我这里都是二三二手的，一起一百八十。OK。万下管理。假如闽北招聘说真话，你想月亏百万吗？你想一夜爆穷吗？闽北大学大连航空现在招聘了，不限学历，不限年龄，不限智商，只要是个人，我们就要工作内容轻松简单。我们怎么骗你的，你就怎么骗别人。不用早起，也不用加班，因为我们根本不会让你们睡觉，没有业绩压力，也不会扣工资，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工资。团队精神好，精神状态强，一天一小打，三天一暴瘦，只要没精神就打成神经。公司福利待遇好，一间宿舍只住10几个人，保证每人至少能住1平方。在这里啊，大家都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。切勿容易不行就拉腰子，拉完腰子再卖血，充分实现人生价值。公司包容性极强，只要说你不满，主动帮你们跳槽，卖到其他公司继续压榨。还在等什么？立刻拿到行李和走上路。现在加入我们，还提供身份证辅导、免费保管证，直到消费为止。走，坐。牛逼！假如世界禁止读书，行，欢迎光临。这才几天怎么又来了？什么时候一间宿舍8个人根本不够分的。我先说好，最近抓的严重，我没有这个宿舍。你再怎么装鬼，何必归乡财这个错？你谁啊？只不过是没有，我这批货很纯的，可不是市面上那些盗版21刷的。别说他，我信我。这批是同济第700高等学校，这个镜头一般就是好看不起来。哎，走，技术手段到了。哪来的？不知道。医院老交代，越有可能听取夸大处理。我交代什么？小天才，现在人赃并获，你卖书害人，嚣张什么？我害人？我这两年卖的书没有1000，有500吧？我培养了多少大学生呀？你这是偷换概念，偷换概念，他们就想好好读书，他们有什么错？假如世界禁止喝酒。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别，这什么东西？泡泡泉水。队长。假如上课像上网，终于可以上课了。行，欢迎光临，今天又来了。上课了，从10元，从10元没得做啊，20是5块。没事，老师，有没有5块你做？我们几个想一起做，我让你一起提。好了啊，自己进去看啊。老师，20，身份证。成年人不能入内啊。你们帮忙拿了，我听说你这边教育质量特别好，特意跑过来的。从后面进来。好，谢谢啊。等等，送门，注意看。余额不足，请提醒他充值。小明，你没有钱了啊，还不交钱？老师，我加5毛吧，我把资料提醒了。这次算的吧啊，下次最少1块钱的啊。同学们，请继续看啊。下课点到了啊，有没有转同学的？假如喝酒有好事，大家都是20多岁的，我在酒校加入这么多人，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你们自己看，这瓶口全是墨水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？在考试过程中不要使用开瓶器，拿纸咬不开吗？筷子敲不动吗？用开瓶器气势上就输了，这几瓶通通算我的。小华平时考白的，不管是酱香型、清香型都没问题，每次一考皮的你就给我不及格，你给我说说看怎么回事？老师，我周末补习太多了，喝太杂了，啤酒实在胀肚子，我实在喝不下了。看见你平时表现还不错，就改偏科了，一会儿下课之后吧，我感觉可以的。你平时还是挺能喝的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、啊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没有妹子就不要喝多了。你告一堂考试2个小时，给我喝翻3个监考老师。有啊，我控制不住啊，控制不住，你叫监考老师摇骰子。我口渴啊，口渴啊，把这2瓶马兰山小口粮喝完了再给我做。去，同学们，喝酒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们，所有的酒都得你们自己去喝。
你现在逃得了老师的一杯酒，等你出社会了，让你倒的酒，你们逃掉吗？岳父酒，你们有逃得过吗？你们要记住，酒不是帮老师喝的，是帮你们自己喝的。学习委员在哪里？出来组建一下。班主任喝多了，今天不是。